人气网红小 A 啦，凭借自然不做作的个性吸引大批粉丝追随。他也不时会在社群平台分享工作生活日常。此前宣布将进军影视圈的他，也向粉丝们透露自己将出演长寿剧《戏说台湾》，预计将开启长达3个星期的拍摄。日前他在社群平台公开了自己在剧中的造型，只见照片中小 A 啦头上戴着古装法式，绑着双马尾的造型相当俏皮可爱。他也开心地表示，这个法式化妆师买了很久，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演员佩戴，而他很荣幸成为第一人，令他感到相当开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剧中的服装也非常火辣，以抹胸上衣搭配长裤，既性感又可爱。虽然他并未透露剧中角色，但好友林静称他为“爆乳虾精”，疑似透露角色身份，让网友们直呼期待。Bye.